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美丽而神秘的东方岛屿，就像一条从神话中跳出来的美人鱼，用它最优美的姿势轻轻依偎在太平洋的西侧边缘上。人们昵称它做 Formosa， 意思是美丽之岛。台湾全岛四面环海，到处都有水的诱惑，在波浪、海流、潮汐等自然力量的作用下，海岸奇景千变万化，有的海岸直逼深水，有的滩浅可见，有些地方散布许多港澳和岛屿，有些地方却是绵延不断的平直海岸。奇岩怪石在时间的凝视中塑造自己的风格，每一块石头都是一则神话。菌状石、烛台石、雨伞石、豆腐岩都是浑然天成的最佳舞台，只要您愿意，随时都可以来登台演出。北海海岸线景观最奇特，有比较单纯的海岸平原，有变化多端的峡湾海岸，有广阔的沙滩，有海石洞、海石平台，渔船来回穿梭，把海面点缀得趣味盎然。台湾地区不但多海，而且多山，绵亘不绝的高山大多属于单斜面山形，断崖景观随处可见。素花公路所经过的清水断崖，就是一个紧邻着800公尺以上大理石山脉的断崖，山水俱在，雄伟惊险，笔直而下，大刀阔斧的崖面，正如中国人的壮士性格一样，是没有一点后悔的。这里的山地居民就像他们的生长环境一样，保存了与世无争淳朴的天真，在他们传统的歌舞声中透着一股属于少数民族特有的原始有力的生命气息。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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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就像发源于秀姑峦的秀姑峦溪一样，湍急有力，最适合爱冒险的人到此一游。您想海钓，这里是最理想的地方。您可以忘掉烦恼，和大自然打成一片。您可以抛开一切，只和海中的鱼类对话。垦丁在岛上的南端，总面积32640公顷，是一个永远没有冬天的热带地区。全岛最亮丽的阳光，最透明的天空，全都在这里。在这个热带林的王国里，有1000多种繁复稀有的植物群，向人们展示造化的神奇。在海底，罕见的软珊瑚礁群穿梭着五颜六色、生动活泼的热带游鱼，形成一个没有沉淀的水晶世界，是观赏生物景观最好的地方。
如果您玩累了，这一间间红砖砌成的房子就是您歇脚的好去处。这里的一砖一瓦都有着中国传统民宅的趣味，这些别墅一格的建筑物正是千百年来中国人居住的典型。中华民国台湾是平原与山坡交错的多变化地形，梯田、平原、余温遍布全岛的西部。这里稳定适中的气候以及坡度和缓的丘陵地，种种自然条件都适合各种农作物的生长。山满坡的绿叶正是爱喝茶的中国人心中一抹永恒的绿意，不凋的芬芳。在这里一年四季都有种类繁多的硬食水果可吃，而且到处都有观光果园。如果您有兴趣，在观光果园里您可以客串农夫，自己动手，无拘无束地享受一种悠闲从容的田园乐趣，价钱还挺公道的呢。千年文化到了异匠手里根本不需要语言诠释，他们凭着一双妙手，在玉器上面、石头、木头、竹子上面就能把悠久的历史文化一刀一刀地雕刻出来。Yeah.
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宗教信仰非常自由的地方，这里的居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去选择自己的信仰。然而对中国人来说，随处可见的庙宇并不只是神的殿堂、宗教的圣地，它是传统建筑的一部分。就像迎神赛会、烧香拜拜这些活动，已不单单是一种信仰的仪式而已，正确地说，它已经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习惯。对中国人来说，最初的燃放鞭炮是为了辟邪，有它宗教的背景存在。到了现在，却已经成为点缀年节的一种习俗了。台南盐水大风炮已经有180年的历史，像这么壮观的鞭炮嘉年华会，在别的地方是看不到的。您曾想象在高山上也能享受波平如镜的境界吗？这里的高山湖泊，像日月潭、珊瑚潭、曾文水库，都具有宁静优美的气质，好像一位沉静的少女。重峦叠嶂环绕下的湖面上，离开尘嚣已很遥远，不妨放松心情，划水、游湖，或者赏鸟、捕鱼，都可以让您进入山中一日、世上千年的忘我境界。山让台湾深沉，顺着山水自然的形式营造出来的建筑物，最能表达中国人追求自然、探寻本来面目的禅的意境。
在中国人的建筑观念里，建筑物与山水是浑然一体的。探索山林，最好的办法就是走向山林。阿里山的森林火车历史悠久，是游山的主要工具。坐上它，您可以把山峦的面目看个仔细。溪头竹林如梦似幻，混合着神秘与浪漫，气氛很是特殊。东起太鲁阁，西到大余岭，这一大片由大理石山脉笼罩的中部横贯公路，最富于中国山水的情趣，不但适合游赏，更是导演心中最佳的电影场景。沿着气势磅礴、自然天成的大理石峭壁，一路蜿蜒前进，燕子口、九曲洞，这些鬼斧神工凿出来的隧道景观，一直是喜好旅游者百看不厌的圣地。繁花、小草和巨木是玉山美景的主要因素。被登山家们誉为一串珍珠项链的玉山地区，有全岛最高的山峰，是全世界稀有的宝贝。喜欢登山践行的性情中人选择攀登玉山，除了可以享受征服的快乐，一路上您还可以发现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它至少包括了108种鸟类、17种爬虫类、12种两栖类、4种鱼类、186种蝴蝶，以及28种哺乳类。此外，沿途的高山植物随着山势的升高、气温的变化，更层次分明地出现了热、暖、温、寒4个植物带。
站在玉山山顶，您会发现环绕着您的是一座座连接着美丽绝伦的高山，正像一串珍珠项链围绕在您的颈子上。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传统与现代同时存在，但并不发生冲突。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文明的普遍存在。在这里我们可以感受一种属于古老东方的神秘感。在这里我们甚至可以体验到一种把艺术融入生活的可能性。崇尚悠闲是中国民性中承传千年的特质，也是历史文化所凝练出来的一点淡泊。因为有了这种淡泊的情绪，这里的人也和您一样懂得如何品味人生，并且愿意和您分享独特的中国情调。